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者，叫韩占祥。他曾经自己写了一首500余字的这长诗，哎，这驼铃叮当。他在我们给我们在讲述啊，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，啊，抑扬顿挫，啊，精神饱满，就是非常非常自信自爱的这种精神在里面。从遥远走来，驼铃叮当，昂起你的头颅。我在别的地方，黄河流域边上，经常能够看到这样扬笔法的，但是那些呢，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项目了，但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确实在生活当中一直在用的。撒拉族对住宅历来十分讲究，他们的房屋为木泥结构平顶式建筑，四周以土墙围成庄廓，虽然自然环境严苛，但热爱生活的撒拉族人一定会将自己的家园装点得美不胜收。到任何一个居民家的院子里面，庭院的正中间都要种着一簇鲜花。冬天了，没有花了，这个花在什么地方呢？只能在他们的门楣上、门廊上啊，包括窗上雕的全是花。后来我问一下我说为什么你们喜欢花呢？他说我们一年四季都要看到鲜花怒放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所在。即使山高我者离家山大，滚滚的黄河这水荡，